如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每一个账号只能薅两个，多拍了也发不了货，而且啊，只限新人没拍过的账号。因为这个价格啊，就是厂家新品上市给咱们放肉的一个价格，就是一个新品体验价。想让更多家人感受一下这个新款的车载座椅挂钩啊，到底有多好用啊？那在线下都是要四五十的，今天这个价格啊，真是成本也不够，运费也不够啊。之前咱们想买还没买的家人嘛，这次赶紧拼手速啊，去薅上两个。这款座椅挂钩的做工质感是真的好，采用翻毛皮的材质啊，非常耐磨耐用啊。关键它是分体双钩的设计啊，不仅啊承重力更好，而且还可以增加收纳，安装也是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挂在座椅头枕两边就可以了。重点啊，它是弯折的设计啊，咱们挂哪都很顺手啊。平时不仅可以挂咱们的衣服、包包、零食、饮料，还可以当成手机支架，特别的方便啊。咱们不用的时候呢，还可以隐藏起来。关键今天这个活动价格啊，真的太划算了，还给咱包邮到家，真的啥也不说啊。如果下面链接还在，咱们赶紧拼手速啊去薅上一单，这晚了可就没了。